大家好，我系郭晶晶，好开心今日可以嚟到 POLYU 同大家倾偈。多谢大家，我其实自己很高兴听到他们讲，那就他们会作为作文素材，证明我有可以让他们去学习的地方。那我也希望，可以他们可以通过。 了解我的故事，去激励、去鼓励他们，在他们的学业也好啊，之后人生也好，都对他们有所帮助。在育儿方面，就是当然他们的成长环境跟我小的时候很不同了。那我们小的时候是吃过很多苦的，所以我也觉得我也很想让我的小朋友，我觉得他们在。 他们成长的阶段应该也要吃一些苦，那因为你很多时候要吃一些苦，你才能知道生活的不易嘛，对。